最近我想去的一个地方是非洲的那些蓝非 safari 野生动物园，可以跟朋友一起坐着那个车，然后开着，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动物过来跟我互动。本来这些狮子老虎很凶的，然后看到它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对我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唯一担心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很漂亮的画面，真身呢看出来了会很多苍蝇在它们身上，这个比较扫兴一点。因为呢，那些动物呢，近距离看可能会有很多苍蝇在它们身边，就会有一点小兴。